2019年1月16号，同根同梦2019华人春节联欢晚会在首都体育学院大学生体育馆隆重举办，同赏一曲舞，同唱一首歌，欢庆的舞台，热烈的掌声，以文化家宴凝聚华人，感受一份久违的亲情、乡情与友情。该晚会由主持人丽坤、杨冰主持，艺人关牧村、李玲玉、王杰石等纷纷到场，为观众献上精彩的表演。黄文章也接受了媒体的群访，给大家解释了主题同根同梦的含义。同根同梦，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，所以每一年，这是我第三年吧，参加我们的这个同根同梦的这个春晚。然后我觉得每一年这个时候，我觉得都应该要向全球的所有的朋友们祝福大家猪年行大运，一切都会越来越来会更好。芒果拉新闻祝大家猪猪年快乐呀，拜拜。